秋天，偶尔会翻开日记，昨天我们很美丽。雨下起是不是梦里，空气也都屏住呼吸，让时间遗忘着你。告诉你我多爱你，就算你从来没在意，我不停重复那些飞走的回忆，是我们牵手的轨迹。想要告诉你我多爱你，就算我有些坏脾气，你总是抱着拥抱和在怀里。爱就是风和雨走过的轨迹，想要告诉你我多爱你，就算你从来没在意，我不停重复那些飞走的回忆，是我们牵手的轨迹。想要告诉你我多爱你，我有些坏脾气，你总是抱拥拥我和在怀里。爱就是风和雨走过的轨迹。牧野啊，我呀很少当面夸你，但我这心里头明镜似的。你说这个家不都是你一个人撑着吗？什么困难事都扔给你解决。爸，您这话不太对，对田哥就不公平。您平常老动不动给人家掉脸子，可自从我妈去世以后，咱们这个家可全靠他在撑。哎呀，他现在甚至就是我的依靠啊。我每次出差在外的时候，我一想到他在您身边，我心里就是个安慰。是啊，这孩子啊，这些年是学着顾家了。哼，您甭装了，我知道您心里一直记着个疙瘩。不就是因为我妈从得病到去世，她人不在。儿子，这还不够吗？可您知道他是个记者呀，当时他出差在外啊。那畅畅不在，不是您也没说他吗？那畅畅在国外呀，田哥在国内呀。我这给您透露个秘密，田哥可一直不想让我告诉您。您知道他为了您做出多大牺牲吗？他牺牲什么了？人家田哥的志愿是要当个记者，他就是害怕出差照顾不了您，所以选择了现在这个杂志社。事后他可跟我哭了好几回。说实话吧，如果让我在事业上做出这么大的牺牲，我恐怕也做不到。怎么什么都不跟我说呢？这您还不知道咱们这个家吗？能折腾的孩子有奶吃，老实的孩子不受人待见。我就那么不讲理啊？以后您一旦想发火，一旦想在我们兄妹几个杀鸡给猴看，您就选择拿我。我保证给您当好一个台阶。
我不发火，我发什么火啊我？我呀，我疼你，我还来不及呢。我想和你比翼双飞，我知道我的月薪还不够你的零头，可是两个人建筑未来的家，会让我有成就感。我以后就不能天天陪你了。是啊。 我也该忙起来了。我这次回来就是做下调研，可能假期没结束就得回去。一回去我就辞职，把我股份变现了，咱买台自己的公司。哎，到时候我可以把你挖过来。你的股份值多少钱？4-5万吧。啊，这么多？我本来还想把我的钱拿给你用呢，这下好，用不着了。 哪能要你的钱啊？哎，不过我挺好奇的，你在日本这么多年，挣了不少钱吧？我在东京有一套房子，另外银行还有30多万存款。日元啊？人民币。我爸爸前几天还又给了我7万。你自己留着吧。来，走。 疼吗？疼就疼。那我轻点。天宇发这么大的火，都是由于工作不顺呐。天哥，你就帮他忙呗。我是想帮他，他也不让我帮。妈，如果你还想回老家，我们明天就走。 高医院也怎么折腾，随他的便，大不了让公安局去收他。啥意思？我没什么意思。你不是撵我走吗？啊？你这是负责的态度吗？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让我走，你说我能走吗？我能放心吗？妈，是我撵你走吗？啊？那不是你自己想回去的吗？儿子。 你能不能不赌气呀？能不能心平气和的把眼前的这几件事儿咱们好好商量一下呀？行，那现在商量，商量吧。你先坐下。妈，您坐。妈，你别哭。刚才您不是还劝我呢吗？天宇是工作的事儿，才跟您发脾气，别生气。那咱们就先说说妈走的问题吧。我不同意妈走。秦医生刚给妈看病，这第一个疗程还没有结束，咱们不前功尽弃了吗？ 要走也得等这个疗程走了完成了以后再走。我同意。妈同意。妈，那就这么定了。还有，这第二件事，天宇，就是你的工作，如果你真的愿意，我就去找大梦帮忙。他刚给我小妹介绍开发区的一家公司，工作特别好。我不愿意。 你看看那田畅不是挺好吗？外企的，你就是因为你在了，没人没了的说我才心烦的。这是两个性质的问题，我不会去找那个大忙的，我告诉你，大不了啊，我还会去车间上班，我到车间去当工人。你既然都能到车间当工人，为什么那外企的统计员你不做？我实话告诉你，我后来给他们打过电话，我说我愿意去当那个统计员。 他们回话说，他们考虑再三，说我只是陈旧，不适合在他们的工作。我说我在你们那儿当个工人也行。他们说他们车间是流水线工作，像我这种年龄体力上跟不住，我连当个工人的资格都没有，我不成废物了。如果再找他们帮忙，那不是更找难堪吗？
哎呀，啊，哎呦，好啊，好啊，看见没有，得我外孙子记了，这是。哎，买了只烧鸡，还有点酱货，都说西城那个烧鸡特别好吃，我特意跑那儿去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，今晚晚饭在你们这吃了啊，快快，那么远，多累呀。你不是爱吃烧鸡吗？ 哎，田爷，那你是从牧野馆子调来的？老爷买的。这才叫黄鼠狼。哎，中午吃饭的时候想喝点什么酒啊？喝什么？白的呗。高爷，给你老爷倒杯水。哎呀，牧野呀，昨天跟我聊了聊，说起这个田哥不当记者的这个来龙去脉，我这才知道啊，我闺女啊受了多大的委屈啊。 田哥，老爸向你认错了啊！爸，认什么错啊？您别听他胡说。这，你老爸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啊？知错就改，啊？毛主席怎么说的？哎，一个人呢，犯错误不怕，改了就是好同志。你老爸把错误改了，不是你好爸爸吗？啊？什么时候说您是我的坏爸爸？爸，哎，哪有父母向儿女认错的？ 凭什么父母就不能承认错误呀？你们叫老对呀？我说我怎么老被压迫了？要不找就啊，没给你好脸呐。天哥，哎，报纸呢？亲戚呢？来，妈，这个。哎呀，亲家，我是找我闺女啊，来给道歉来了，不干扰你吧？啊？已经来了，坐吧。其实吧，我这么多日子我不敢来。 我知道你需要安静，我呢一直在反思。前些日子我跟你说话吧，有些个态度生硬，简单粗暴。其实咱们老年人容易沟通，你说是不是？要是让他们年轻人劝你吧，他劝不住你。妈，妈跟你说话呢。啊，说，我听着说吧。那个，你和那个白同志怎么样了？哎呀，不瞒你说吧。 我这事儿是越琢磨越不对劲儿，我跟他俩不合适。哎，亲家，你帮我出个主意，我吧想给他买个什么礼物啊，这个作为一个告别纪念。可是我不知道买什么，你说买什么好呢？自己想送什么就送什么，别人提呢，只不过就是个参考了。我提议送书。 比较正规，你要是送项链什么的，容易使人误解，你说呢？嗯，对，这主意好，哈哈哈哈，对，你可以拿外面去包装一下，上面放上一朵小花。哎，这主意好啊！对，爸，人家白阿姨，我都说好了。哎，田哥，田哥，哎，田哥。 走走走，我们下去给爸买瓶酒。来，走吧，走。我简直给我爸做工作，你看看你妈妈，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，还给我爸爸出主意。我妈那也是好心嘛。哎，你的话还真提醒了我。哎，我发现我妈最近的眼神变清澈了。还有个细节，你注意到没有？我妈居然有心情看电视了。 对对对，这次他能主动的留下来，证明他关心高一，他开始关心别人了。哎，我还以为熬不出头来呢，这才10天呀，秦医生的医术真不错。哎呀，还真是得相信大夫，相信科学。妈的病如果彻底痊愈了，我一定要给他送一面锦旗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过去的妈妈又回来了。你妈妈回来了，可是白阿姨走了。 别灰心，前途是光明的啊！顺其自然。天哥啊，你这心思也太重了，这事儿啊，不得双方自愿的吗？啊！不过白阿姨，我还觉得对不起你。这有什么对不起的？我跟你爸呀，哎，就像歌里唱的那样，根本没开始呢。你要是跟我爸能成了，多好啊！哎呀，现在想想。 你爸爸长什么样子，我真的记不清了。我知道您这是在安慰我，真是不好意思。按理说呢，你不来解释，谁也说不了你什么。
不过你来了，这阿姨心里就更舒坦了。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，是因为你妹妹的原因吧。你刚才一说她暂时不回日本，我就全明白了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那你呀就常来看我，阿姨还想认你当闺女呢啊！好啊，咱们俩有缘。这是我爸爸呀送给您的礼物，你呀替我谢谢他啊。对了，回头你要嘱咐他，这人老了要保重身体，该歇着还得歇着。哎，你看看，像人家那样享受一下生活嘛。你也跳舞啊？那人多空气不好，我约了人在那边打球。哎，对了，你还告诉他，现在本来工作岗位就少，别跟年轻人去抢工作，造成人为的紧张哦。我一定转告他。来，啊，走了。谢谢谢谢谢，再见。啊，不打扰你。哎，再见。在家越做越闹心，他考得怎么样？你看吧，语文75，数学63，化学42，外语49，不可救药。咱们还有2个月的时间，帮他一拼吧。他总分数是352，如果再加50分，如果他考试发挥的再好，你这只是理想主义幻想。2个月时间。3年他都荒废过来了，棍棒底下出孝子，他呀就是欠揍。你看每天晚上复习功课不到11点钟他就哈气连天。这样吧，今天我回去跟他谈，把这个成绩单呢贴到他房间，耻辱的记录，让他天天面对。这样不行，咱们还是给他留点面子吧，给他留点自尊。他还要什么自尊呢？他这段时间咱们家好多事情都不顺，在这个时候咱们俩更需要冷静，是吧？一把线已经乱成了一团，越揪越乱。这知道，可是我们总不能把它当戏词碗捧着。再说了，它也不是什么戏词碗，它是破罐子破摔。他就是再差，也是咱们的儿子呀，咱们俩可不能破罐破摔吧。儿子，形势很严峻。但是有希望，关键是下一步你怎么潜下心来做最后的冲刺。我这次模拟考的时候没发挥正常水平，考化学的时候我肚子疼，本来那还能多考20分。考英语的时候我看错题了，英语本来是我强项，考90分都没问题的。你还有理了？你站起来，看你这个样。天宇，咱们俩不是说好了吗？冷静地跟他谈。我们真的希望像你分析的那样。你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，真的给我们来个奇迹，那不是皆大欢喜吗？你呀，不要盲目乐观。你看，你原来设想的那些题是应该拿分的，结果呢，不是跑分了吗？你把我看扁了。我们没看扁你，你都学会偷东西了。他不是说了吗？那也不是他要偷的，赃物他也没要啊。我说妈。你就不要再没有原则了好吗？他要中考了，你等中考完了之后你们再说，我求求你们了啊！你还真不如回老家去。我就不回去了，怎么的？我死都跟我孙子死在一块儿。哎，奶奶，咱们都不死。奶奶，我改正错误，金盆洗手。我要是再犯错误呀，我自己去公安局报到。哎呀，把你这个收起来！跟你说话你什么态度啊？你是什么态度啊你？哎呀，天宇，你别这样。那个，咱们说点实际的。从今天晚上起，咱们一科一科的细抠，根本不会的不攻了，一知半解的要搞明白，会的要把它夯实。听到没有？啊，照你妈妈说的做，把这3年的情况一科一科的列个表，然后我们照着表格帮你复习。3年的东西呢？
我复习得过来吗？你自己心里就该有数。洛波，你怎么知道啊？哎，有没有钱花？你怎么知道？哎呀，去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天宇，我跟他谈，我跟他谈，你们回避，回避。太不懂事了。儿子，你不是不愿意做燧人吗？学习不好，是不是燧人啊？我好好学习还不行吗？现在啊，现在的任务就是学习，玩的日子在后边呢。盯紧他，不能让他放松。你看啊，爸爸为什么给你发火啊？就是恨铁不成钢。来，来个。谢谢。哎，在大街上喝这个不雅吧？没关系的，你不要把我想的那么不食人间烟火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也吃过很多苦的。你今天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你这个人反应怎么这么迟钝？我想多接触接触你，想多了解你，不行吗？不是，你要想了解我，找田哥就行了。我今天还有点事儿，我得先走了。哎，你别老在我面前提我姐，在一个女人面前经常提起另外一个女人是不好的。不是，我是说呀，我要是不提田哥啊，我还真不知道跟你聊什么。我呀，真的挺忙的。哎，那好吧，我跟你说正事儿。我有个朋友开了一家广告公司，你能不能帮我拉些关系？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肯定不行。我天生啊就不是做生意那块料。我姐找你帮忙就可以，我找你帮忙，你连多一个字也不问吗？这有点不合乎逻辑啊。你姐找我帮忙啊，其实也是在帮你找工作。田小姐，我真的有事儿啊。你能不能不要让自己这么忙？你让生活优雅起来不行吗？嘿，好啊。那我得进入这上流社会。那时候啊，整天没事儿，我天天开 party。哎，要吃啊，咱就专门吃米其林手册上3颗星推荐的餐厅。哎，好几百美金一两的松露，1950几年的拉菲特酒。代表，别跟我说欧米伽，我爹份。咱要带呀，就带江诗丹顿。你也知道米其林和江诗丹顿？我跟你说呀，我是从一个二手杂志哎盗来的二手货。其实啊，我这人特没文化。你真幽默。哎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女朋友在婚纱店等我呢。今天我们挑婚纱，我呀真的很着急。再见。你上来干什么？帮你女朋友选婚纱呀，顺便也给你准备一份贺礼。开车呀。天宇，我准备上午啊带妈到公园转转，妈来这么久了，咱们都没带她玩过。行吗？自己找事儿。下午秦医生来，看妈这样子呀，不像他说的需要那么长的治疗期。啊，妈，咱们到公园玩玩好不好？不去。妈，您看今天的天多好啊，咱们俩在那个草地上野餐。我哪儿也不去。妈，你这两天不是好多了吗？能不能停一下？我咋这么烦？我烦死了。妈，您是不是？你别跟我说话好不好？不，妈，不不，妈，您听我说，您是不是觉得我们俩对你关心不够？我别跟我说话了，我都烦死了，难受，难受死。看样子，咱妈真的是难受。她怎么又来了呢？你别管了。你赶紧上班，有我呢，啊！刮胡刀放桌上了。这几天一直挺好的，怎么又犯病了？
由于药物的作用，他会出现短时间的病症减轻现象，但其实他的病并没有完全治愈。我跟你们说过，这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拉锯战，就像这样，好好坏坏，反反复复。您说的话呀，我还真得一点一点的理解。以前理解了艰苦卓绝，今天又理解了拉锯战。不过你也应该看到效果了吧？那倒是，吃药以后效果不错。我妈一难受啊，我就浑身哆嗦，而且我神经性的胃疼。咬紧牙关，不要放弃。行，你留步吧。那就这样，好，谢谢你啊，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这就是你的作业本啊？那说明我学习刻苦。你总是有理由。什么时候你能意识到自己的缺点，你就进步了。要爱护书本啊！哎呦，现在家里那么压抑，我都没法好好学习了。怎么压抑的？我真想大喊一声。没关系，等找机会，我和你爸爸带你去没人的地方，让你大喊一通，行了吧？哎，我可告诉你啊，从今天开始。我跟你妈妈轮流陪你到12点，知道了吗？现在做作业。姐，开门。嘿，我小姨来了。干什么？赶紧进屋学习。收东西。即便有了钱，开上了车，那又怎么样？骨子里照样是流氓无产者的基因。说谁呢？优秀的男人我见多了，法国男人怎么样？疯狂的爱我，我照样拒绝，他算什么呀？竟然从车上把我给赶下来，撞墙做事，粗俗不堪。你跟谁生气啊？他值得我生气吗？你告诉他啊，别以为所有的女人都爱他，自作多情。你说了半天，我都不知道你在说谁。就您的好同事，大梦啊！哎，他怎么会把你赶下车呢？算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不跟你说哈。回头你回单位，别听他胡说八道。我就来跟你说这个，我走了。再喝。你多多关心关心爸啊，回去啊。知道了，别惹爸生气。把那古文再给我默写10遍啊！我该休假快歇完了，咱们趁这个周末出去玩2天。儿子不说挺压抑的吗？他压抑什么？这马上要中考了，哪有时间玩啊？重要的是，我想带上妈和我爸，让他们高兴高兴。这郊外的空气就是好，都有那绿草的味道，好闻着呢。哎，爸妈，你们以后能不能多举办一下这些活动啊？好。你呀，就是不想学习，找借口。劳逸结合嘛。哎，对喽，我孙子说的对，劳逸结合嘛啊。哎，你爷爷年轻的时候啊，那出差，哎，家常便饭儿。这么说吧，全国啊，这个除了台湾，我是哪儿都去过呀。这个看景啊，不如听景啊！南京总统府大门前那个门垛子，有一个著名的照片，上面就是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那个照片。你从照片上看，那大门垛子有10几层楼那么高，到实地一看，和我们厂子那个门垛子差不到哪儿去。你们厂子的门垛子有什么历史价值？我说你就别跟我抬杠了，好不好？你没有去过南京，知道吗？我去过3次。那说明你呀，观察力极差，太差了。
吧，那个云雾山风景区啊，刚开发的，你准没去过？没去过？刚出锅的也掀量不到哪儿去。哎，这么说吧，这些人为了赚钱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哎呀，圈了一块地方，找几个所谓的名人，提个字，写个诗，整几块什么大石头，整几棵树，往那一立，成了名胜了。哼，真正的名胜是什么？真正的名胜那是泰山、黄山、庐山，这才是名胜。你这个人呐，不仅仅是好为人师，还喜欢大赏风景啊。妈，其实我岳父说的挺有道理的，一针见血。哎，高一，拍到什么好的景色没有？别忘了通知一声啊。奶奶跟老爷吵架，比风景好看多了。你胡说什么？不拿我主席。天哥，别说孩子，你爱干什么干什么，照相玩。哎，师傅，你快来吧。好。哎，慢点儿。哎呀，一起去吧。金苹果乐园，那你就不去了？我不去了。哇塞，这真漂亮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高一啊，别走太远啊，到时候找不着我们。哎，真挺好这个地方。你们去吧，你们去，我不去。哎妈，哎妈，你别去啊！你看，我们都已经到这儿了。哎，你快进去看看吧啊。哎。我告诉你们个经验啊，你外出旅游的时候，你当时觉得有点累了，不想走了，可你将来回去以后是越想越后悔，越想越后悔。你记住我这话没错。我爸说的对，既然来了，咱别后悔，走吧，走吧，妈。浑身疼，浑身都疼。你看，哦，那可能我妈坐车时间长太累了，要不然你们去玩。哎呀，这也不知道是谁呀，大煞风景，看这意思不是脑子还有问题。是啊，你说谁呢？你脑子有问题吧？我脑子有啥问题？是我脑袋有问题。天宇有问题，天宇有问题。妈，我留下来陪你。别，你跟他们去玩。我不去了，不去，我用不着。我来例假了。天哥，你烦不烦我们这些老年人？连我自己我都烦我自己。要说不烦，那是假话。妈，我多希望咱们这个家顺顺当当的，现在日子多好啊！咱们虽然不算大富大贵吧，也算小康之家吧。天宇的工作不顺，可是他也没有下岗失业啊。你心里是不是想，妈妈是放着好日子，不好好过？妈，您真应该高兴起来，你看人家多羡慕你啊，两个大儿子，还有孙子，多美呀！妈，您都没发现，您现在啊精神状态特别好。没好啊，我是强撑着，我是装的假象，我虽是没见过地狱，可我就好像在地狱里头熬煎，真想死。妈，千万别这么想。会好的，啊！你恨不恨我？嗯。妈，天宇小的时候惹您生气，您生不生气？生气。那您恨他吗？事过境迁，您回头想一想，还觉得您儿子挺可爱、挺有意思的，是吧？我们也不恨。做儿女的跟老人一样，我们怎么能恨你们呢？妈，我跟天宇初恋的时候，我去家里见您，您就找我谈话，说一定要处理好这个恋爱和学习的关系，还特别的强调让我们别未婚同居啊，如果同居了就采取措施。说个这话吗？我记得特别清楚，当时我特反感。我跟天宇现在回想起来呀，觉得您说的话特别对，心里还暖融融的。我们真的珍惜您给我们留下的那个美好记忆。哎呀，哎呀，好高了。哎呀，
呦！哎，干什么呢？那是，不脱鞋就上人家这宾馆的床单都整脏了，知不知道啊？那是快点，这又不是咱自己家的床。说什么呢你啊？啊啊，不是自己家的床就可以随便去祸害人家床单是不是？哎，年轻人思想有问题嘞。我在研究摄影艺术，艺术家呀一般都是不修边幅的。哎，而且啊，老爷，嗯，艺术家都不爱被别人打扰。嗯，老爷您住别屋去吧。我呀，嗯，那你让我上哪住去？您跟我奶奶住一屋。什么？你我满嘴跑火车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爸你妈总说我宠着你，这次啊我可得改改了，我得每天盯着你，我要跟你谈谈思想问题啊，这个改造改造你的世界观。您杀了我吧？杀了你啊？对，我也得把你世界观改造完了，我再我再杀了你。老爷老爷，我去上厕所。上厕好，现在我跟你谈第一个问题啊。哎呦，老爷您看着我尿不出来。尿这要不是行，这个第一个问题啊是这样的啊，你说你高一啊，你不脱鞋就上人家宾馆这个床，把人床单搞脏了，你对不对？是不是？第二个问题，我跟你谈，你有抵触情绪啊？哎，这个没有从思想深处去认识这个问题，是不是？第三，现在我们是和谐社会，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呢，这。啊，哎，这小子跟我打游击。总的来说效果不错，虽然两位老人小有摩擦，但都被我们及时化解了。你领导做总结报告的。爸妈，恐怖恐怖，太恐怖了。怎么了儿子？我姥爷满屋追着我要改造我的世界观，不让改造还不行，世界观具体是什么玩意儿我还没弄清楚呢就要改造。世界观就是一个人对问题的看法和认识。我还以为要给我做变性手术，改变我的节奏呢。你看你，正文不懂，满脑子装的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怪不得你的脑子装不了书本。那反正我不跟老爷住一屋。你以为你这趟旅游唱的是主角啊？你就是一个小跟包的，哎，帮助我们呀，照顾老爷、奶奶，知道吧？那我就是一马仔啊。对了。所以啊，你要正确的认识自己。什么时候才能混成大哥呀？我都要抑郁了。哎，不许说这个抑郁两个字啊，尤其当着奶奶。那我是不是只能服侍你们呀？没有别的出路。没有经济能力的人，悲哀呀！我还是陪我爷爷去吧。去吧。倒霉的孩子，一点都不知愁，给他一点好处，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。出来就是让他放松嘛，回去抓紧。院长呢？你看你搞这么厉害，我家随意。好，谢谢啊。伯父伯母，你们田哥那可是女中强人，特别讲义气。回想八年前呢，我们在这开业的时候，那都没有人理呀。我们想宣传宣传，找不到庙门。嗯。后来这个七道梁子八道弯，我们找到了田哥，一分钱没有花呀，一下子就给我们宣传出去了。院长，你别再这么说我了。再这么说我呀，下次我来一定给你们写批评性文章。那可不敢了。田哥啊，别这样说院长啊，人家院长对你这样啊是敬重你。院长，我这姑娘啊，她跟我的性格一样。人家这是在开玩笑，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？妈，那个天宇给妈夹菜呀。你怎么回事？来来来，大家吃爸吃好喝好。哎，对，爸，哟，爸爸多吃菜，来，快喝酒，多喝啊。伯母，您也得喝。对不起，我滴酒不沾。我已经联系两家药房的杂志了，你那情况怎么样？哎呀，事实证明啊，我这个教育子女啊。这还是成功的呀，啊！你看看啊，我这些孩子啊，你看牧野吧，国营企业的大领导，你呢，杂志社的骨干啊，在外边是人五人六的啊。好，没自卖自夸，没礼貌。事实就是这样啊。不过爸，说实话，你
们这高一也太宠爱了。哎呀，隔着辈儿的爱，你是无法理解的。不过高一啊，老爷对你这个爱可不是这种无原则的迁就啊。这个毛主席是怎么说的？说是你们青年人啊，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，这里边就是全家人对你的希望，也有祖国和人民对你的希望。哎啊，听到老爷的话没有？说那些空而无当的道理有什么用啊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空而无当的大道理，啊，我们老田家的孩子才这样的事业有成了。哎，同时也带动了天宇嘛。啊，天哥啊，我跟你说件事儿，啊，关于高一的学习问题嘛，我不会夸夸其谈。我作为奶奶，我只能脚踏实地，量力而行。我考虑了，我拿5000块钱给孩子作为基金，学习基金，以备他考上高中之后使用。妈，这钱呀，您自己留着吧，我们有。我说出来了，你就不要反驳。其实呢，我早就给这个我的外孙准备好了啊，6000。回去以后，你跟我到银行把钱取出来。我可不领情，你们这不逼我吗？怎么说话呢？老爷奶奶的钱是可以不要，但怎么能不领情呢？老田呐，你不要赌气跟我攀比，好不好？你看你，你看你，一说话就像打架。我对你呀，已经很有耐心了。这不是打架不打架的事情，你明明是在攀比。笑话，你给钱了就不是攀比，我给钱就是攀比了，是不是？真是的，岂有此理嘛！你说啊，我是想等到高一考上了高中以后，再把这笔钱给他拿出来，没想到你今天这么早就说话了，哼，迫不及待这是。妈，爸，你们的心意我们领了，这钱呀，还是你们自己留着花吧，吃好喝好了，快乐的生活，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，是吧，天宇？千金难买父母的健康嘛。我是经过了深思熟虑，为了这个我写了一份遗嘱。